就是什么他同时好几个女孩子跟他好，或者是，那我知道，我认为这样是不好的，但是我不嫉妒，不憎恨，就我的心念很平和，但是我也不代表我认可他这种行为，我觉得他是对我不够专一的嘛，那我可以决定跟他交往，还是继续还是不继续，那是我的决定。但是当面对这些他跟这些女孩子交往的这件事里边，我是不嫉妒不憎恨的。你起了嫉妒嗔恨抱怨的念头，一起就开始身体就开始失调了，你就开始出问题了。嗯，那个失调是来自于你内心你自己波动了。其实你是就认为他对错没问题，哎，你说认知一个对错或者你认为，但是你的贪嗔痴慢疑还是你的问题，是吧？这个一直是我的观点。但这个是很多女孩子的观感，不是你，因为很多女孩子，那不只是女孩子，男孩子也要求感情专一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我们是有情众生，有情众生最难破的就是情执，而不是欲。其实欲有时候很难，很容易放下的欲望，倒不是什么。对啊，就是有时候欲，不管是生理的还是外在的，我不贪就行了嘛，就是不是？嗯嗯、对。但是情执就内心深处的那种。自己认为自己是不完美的，我们是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佛嘛，不圆满嘛，所以有缺陷嘛，所以要另一半来补充，哎，或者是要有什么来达到满足，我们才觉得自己是完美的等等，这个是情执嘛，但这一点上要走出来，情执是虚妄的，佛说的不是我，这个情是虚妄的，三心不可得嘛，你去哪找个心，你让他说是给你个真心，让他专心。那他就全部的心放在一个人上，他就没心，你去哪给他让他找个心，他就是些他认为的观念是这样，他就会这样做事，他就是每个人，但我们执着占有，就是说这些就是人类的一些看法了，人是这样的，生理跟心理是连在一起的，比如性行为是跟情啊爱啊结合在一起去看的，他认为这个行为是一定要跟情跟爱和专一的结合在一起，那不能乱来了，或者是这种关系会让你感觉不洁净，精神层面的洁癖。如果精神层面毕竟严重。这一点上你要慢慢的去开，这也如果你遇到了，这也是一种让你解脱的一个。是。哎，对。是。我最近一直是看着你的视频，然后这一部分自己。对，所以行欲也是你去行就是放下自己的贪嗔痴慢疑，就每一念念念去行，那你就是宝玉，如果念念不行的话我们就是沙粒沙子就不是宝贝，要念念行嘛，行是落实在行动中的，不是只是头脑概念去想说哎呀这就是空的那就是有的，你想这些有啥用？没有我知道，每一念去行，每一念做到行动上，那才是真正功德圆满啊，你做了，你和不做是不一样的。你不要说一切皆空，做个不做一个不，你做了就是做了，它有因果嘛，有痕迹的嘛。你做了善行，那就有善果回来。那你这个肉体在时空就是承受果报的，那你有善果，那你就是佛的果位嘛。啊，佛的果实现出来是要善行来实现的，没有善行地基，怎么实现那栋楼？那我自己部分就是说，怎么体现的主要是气脉上哪个？气脉上就是子宫哦。泌尿系统、子宫这一块、卵巢啊这一块，那我要瞧这一块。打坐的时候也是要把家里放在。你放不下执着这块，好就容易出问题。他倒不是说你就是你的执着，他正好牵引着这个，你所以你靠药借助一下药物吧，你瞧一下脉搏，哎，瞧一下脉搏，中药他会给你就你叫我月经不瞧，他就知道。我叫他调理家里，我爸是中医，那就调理。他给我把脉呢，就是说脾虚、脾湿，体内那个水气、湿气很重，脾又虚不运化。脾还不是湿，有点寒，我觉得，我觉得这个。是他有的人在全身也起，但是这个我觉得从你细细讲的这个，你这个就是问题，就是这个但是如果是脾湿导致的话，你身体上其他部位会起，而不是只在脸上。是那如果只在脸上的话，脸与子宫有关系，我告诉你，哦、与妇科，他是我中秋与卵巢有关系啊。中秋回家就痰很多嘛，那两瓶就调一下。那也调，可以让他再调一下。
就是敲敲力架、哦、会好很多，那方面要敲力架。把力架调好了，调稳定了，这个会少。那其实关键还是心呀。啊，如果你心调好了，都不用吃药了嘛，是吧？是体调不住才借助药物。嗯，但我之前你要心有力量的话，就不用做别的。